Hello，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播，尝试用鸿蒙多机位拍摄视频。这是我的狗狗小胖，这是他的好朋友小宝，将由他们呢来主持这一次的华为 Nova 9的迷你脱口秀，让我们一起看看现场吧。打开音响，灯光也 OK。这个呢，是我要用鸿蒙多机位调度的另外一台手机，它主要拍摄的是近景画面。这个呢是主摄机位，它是用来拍摄小舞台的全景画面，最终生成的完整视频会保存在这台手机上。3、2、1，迷你脱口秀 ，Action！ 好，那我们开拍吧。大家好，我是小胖，我是小宝。小宝，现在呢，我来打开鸿蒙多机位的功能，从主机位切换到近景机位，拍摄小胖和小宝特写。现在我切回主机位，准备拍摄结尾谢幕画面，让视频创作拥有更多的可能哦。我们等你哦。看，我觉得我这次的迷你脱口秀拍摄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不过啊，第一次当导播还是挺紧张的。但是 Nova 9系列的鸿蒙多机位模式可以调动多台手机一起拍摄，我已经忍不住期待成片了。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大家好，我是小胖。我是小宝，欢迎大家观看 Nova 9的迷你脱口秀。哎，小宝，这一次发布的 Nova 9系列可真是太好看了。是啊是啊， Nova 9不止颜值在线，还是实力担当呢。没错，它为 Vlogger 量身定制了很多拍摄功能，比如小童此刻正在用一台手机调用多台不同视角的手机记录我们的脱口秀哦。哇，这就是 Nova 9系列的鸿蒙多机位模式吧。今天我又解锁了一个 Vlog 拍摄新玩法。那当然，拿起 Nova 9 Vlog 开拍，大家一起来，我们等你哦。